这一位同学问的两个问题，他说，第一个是家中小佛堂的佛桌高度啊有多高才合标准？没有标准。这个我听说供神那个桌子高度尺寸呢有标准，供佛没有标准，佛得大自在。所以没有标准。你家的桌子高矮都没关系，只要你自己喜欢，你喜欢佛就喜欢，佛永远是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佛没有成见，有成见他就不是佛菩萨了。